各位圈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哲，我是今天的主讲教练刘教练。这节课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太极拳动与不动的问题啊。当然今天呢我没穿那个太宽大的袍子，我穿的是一件比较紧身的衣服。那么首先我来说好看啊，什么是太极拳动与不动呢？我就是练太极拳，有的说那儿动，有的说这儿不动。其实动与不动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怎么说呢，其实动与不动都是相对的，都在动，它没有不动，只有死人才会不动。那么不动呢，其实是动作微小。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哈，看啊，例如我在这里看，站了一个混元气息桩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说看，我大臂发力了，你感觉我动了吗？当然，因为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比较紧身啊，你可能会感觉我微微动了一下。如果我穿的是那种宽袖大袍，我就平时的太极服，你可能就没看见我怎么动。啊，我这么说，我大臂动了，你看见了吗？对不对？现在看，我胸在发力，你感觉我胸动了吗？现在看，我背在发力，你感觉我背动了吗？那么现在看啊，我再说，我的腰在发力，看我的腰背在发力，你能感觉我腰背在发力吗？现在或者再说看，当然这个肚子紧了，你可能会感觉到我的肚子丹田在发力啊，对不对？看，这个是能看见的。其实如果我是穿一个就是非常宽大的那个袍子，你可能就看不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换个角度，大家来看这个，看啊，我们从在这里看啊。站了一个混元气息桩，对不对？这里是站了一个混元气息桩。好，你可以走近一点，看啊，走近点看啊。这个手在这儿，对不对？那首先我们做这个，这个在外形它看着没动，但是你看，如果你锻炼久了，你动作变得会非常小。看这里，你看，这里本来没有勾，对不对？大家看这儿，看这里出来一条勾，这里就动了，看这里就动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胸就更不用说，一般健身教练都会，在外形它看着没动，看胸，擦，你看这胸，就发力了，是不是？胸就发力了。然后你从这边看，这丹田就更不用说，看上。这丹田就发力了嘛。那么尤其是这个腰背就更不用说，手放这看，如果外形不怎么动，看就靠肩胛骨去动，看放这看，肩胛骨不就发力了吗？看肩胛骨腰，看这里都发力了。但是如果你是穿着一个宽袖大袍，就是说非常宽大的那个大袍子的话，你身上的这个动，看基本上是很难看得出来的。我这个衣服它是紧身的嘛，它如果不那么紧身的话，包括从这个方面看，遮挡一下，我测一下看，这时候你看腰背的发力和手的发力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嘛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刚才那个动作动与不动，在那个实际，在不能说在实际格斗吧，就是在一些玩劲里面的应用啊。大家看啊，我如果有一个对手，他这时候可以推到我的胸腹之间啊，就像玩那个推不动一样啊，我的手搭在这上啊，我身上啊就像这抱住这个混元桩一样。这个时候看，他基本上就有一个玩法，就是说对方他不使力没事，他一使力他自己得出去，你加大劲儿撑。你看他加大力他自己出去，你再玩一个，是吧？好，这个要是说悬点，他以前是怎么说的，好像就是说，看啊，你再来一下，看是吧啊，他推我没使力，但是啊你加，哎，是我身上的气把他给打出去了。其实这是扯淡的哈，哪是气啊，我身上使力了。他放在这儿的时候，只不过是我身上使力就像刚才一样，你看不出来，或者说我身上的这个动作幅度啊非常小，小到你看不出来。那么我们把这个衣服啊，看再像刚才一样把它脱下来，你可能就看得出来了。看啊，好，他这个你看，他从这推到我这儿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从这找个回劲儿，你看这时候我松了，你推我，哎，他一推我就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看啊，我感受到他的推劲了。看，首先看啊，我这里原来是没有用力的，看看我这里啪，看就把这个力量收出来，看胸的力量收出来，看这时候看腰背的力量全部收出来，它加大，它力量使得越大，它受的反作用力越大，它就出去了。那么这时候如果我加个力，它就会被发出去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是用力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从这个胸上看啊，它普通人一般嘛，胸用力对不对？它可能啊要做这么大幅度。其实当你练熟了以后就这样啊，你看啊，这个肩关节啊基本上就没怎么动，看胸就用力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再说这一块，看啊，这一块一般的话开始用力，你可能要用这么大，对不对？这个钩才能抽起来。但是等你练熟了以后，你看啊，这个时候你要是能控，先看肩胛骨啊，看放在这儿，看肩胛骨动了，这个力量就出来了。大家看我肩胛骨的动啊。那么从背面你是看不到肩胛骨的动的，看肩胛骨一动，肘往前一顶，看这里就出来了，看就是这个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单看这一块啊，如果在正面看挂在这儿的时候，这个胳膊用力它是很难看得出来的。好，那你推我这个胳膊，看啊，这个时候看啊，他如果推我胳膊，我想把他打走的话，你加大劲儿，看这时候看我一收这儿，看，你看这是看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再来看，
这是暗，看出来了。可是这如果是搭在这儿的时候，那它从这儿加大的话，这儿的用力你基本上是看不见的。那有时候可能说这个东西是从丹田或者从哪儿，所以你加大力，看，对，走。这个时候呢，看这个关键问题怎么说？就是说你练这个太极拳，对不对？或者说其他类型拳，你练到一定程度以后啊，就是说你对周身关节骨骼的控制能力会越来越小。原来你要收肱二头肌啊，我们以丹田为例吧，你原来收可能要做这么大动作，你看这么大动作才能收，但是等你练熟以后看，啊，就这么一点，它就能动啊。我们从丹田如果发力啊，发这个力，我们再说一下看啊，肚子弄起来看，我看它如果从这儿看，它推我的双手对不对？我们从这个斜一点看啊，这个腹部这样看，这个对推的时候对你推，你看整对，你看这时候看，如果你看你从这儿翻个力，你看大家看啊。我提，你看翻，你看提起来，你看往下一沉，借着这个劲儿你会把它搞出去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穿的太厚了啊，就是说有时候这些东西就看不出来了。那么你在一些玩劲儿的效果中啊，有些人就会说什么了，说这个东西啊是气打得成什么的。其实等你练熟了，你就会发现是你功夫深了，对身体的这个关节肌肉控制能力强了，你可以用非常微小的动作把这个力量给走出来，把这个筋腱肌肉给动起来。其实这个用陈氏太极拳的那个老话说了，你看它也是，你看大圈对不对？你看大圈去走这些肌肉对不对？看大圈，看变小圈，看小圈变没圈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